布袋仔向姐姐信徒宣布，换工糖车马比例行开活动正式登场了。更较大的风，更较大的雨，更较寒的天气，咱拢有这个钢铁的意志，一定将这三工三暝会来个行完。这属于好袂定年度的宗教信徒，虽然拄着歹天气，但是大家也是相当的热情，要来对着妈祖的脚步。因为咱对妈祖吼虔诚的信仰，然后那这边吼，佮加上吼啊天气也真凉凉，然后但是这大家这款热情的心吼都没有减退哈。今日行出咱啊好袂城市生活首都的健康。同时呢，祈求啊，咱合境平安，国家国户拢平安，大赚钱。这总共利用三天的时间来回后背甲彰化鹿港200公里的路程，鹿港天后姜子仪、张伟东嘛用欢喜的心情来迎接。会当来保佑咱遮随乡的遮信众啊，一路平安，会当安尼欢欢喜喜出门啊，平平安安吼啊，当来好无。啊，从妈祖婆啊，这大爱吼，沿路吼啊，散布予咱啊每一个吼啊路过的信众。有真侪幼苗嘛，做回来赞助公彩，加以配田江董事长嘛是现任铺主市长王如金，已经是几多年来参与了。我拢一定会来，啊，包括要接驾，我来咱会带三个大桥吼，一边来接驾吼。啊，本来吼，我有答王主席讲，我要。啊，今年要陪咱唐青嘛吼，啊要行一地啊吼，上届无要行到西内，啊但我明仔透早有工课吼，所以唔敢行啦吼。啊，总是吼欠妈祖婆的，我一定会找一下时间来来行。这三天的进香行程，有风有雨，各有寒流，庙方嘛提醒信徒爱将身体顾好，都、就是对妈祖上好的敬重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